我的 Remova 是我的随身乐器。用音乐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有效，亦都是我用来抒发情感的最佳方法。无论去到哪里，我都会去 busking， 用音乐和街上的人交流和互动。我带着我的 Remova 向世界打出我的节奏。除了吉他之外，我最近还玩了敲击乐添。我可以随时随地地表演，将我的音乐带给这个世界。My Remova, My Groove.